接下来有请八零后的队长。小坤，郭老师好，越来越精神啊，是吗？这歌唱的挺好，谢谢谢谢。而且这换个话筒的挺好啊，是吧？这个、小坤啊，真好。忙什么呢？最近就忙过年嘛，啊，过个年关，过完年了哈。是是是。春节时候演出多吗？春节时候主要是陪家里人嘛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对对对。最近的新作品多吗？去年年底时候发了一张新唱片。哦。对，就刚才这首歌名字也叫唱片。就叫唱片。就叫唱片。嗯、这都没法介绍。你发了什么新唱片？我发了一唱片，唱片、啊、就谁发了唱片都是我的名儿。真好啊，这是一个鸡贼的表现。